大美，大美，又看电视呢。妈，鸡汤我给你炖好了，你喝去吧。妈，你怎么又炖鸡汤啊？这天天喝鸡汤，我实在喝不了了。大美，你就喝吧，鸡汤有营养，营养高，对孩子好。妈，那再有营养，那也不能天天喝呀。而且医生也说了，不能补太多，补得太多的话，反而就不好生了。哎呀，大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这孩子啊，营养高了，身体啊就好，身体好啊，抵抗力就强，以后啊，咱这孩子啊出来了，不容易带病。妈，你那都是老观念了，你总认为补得多对孩子好，那医生都说了，不是那样的，适当的补就可以了，你不能天天补。再说那鸡汤，你现在我一闻到我都想吐，更别说喝了。大美呀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？这几个月啊，就是养孩子的时候，哎，你为了孩子就多喝点。妈对你啊，还有坏心眼吗？妈能害你啊？妈这不是都像你像孩子吗？行了，你喝。我知道了，那鸡汤先放会儿吧，我等会儿再去喝。我先回屋休息吧。这鸡汤炖好了还不想喝，多好的饭呀！我那个时候啊，想喝还喝不上呢。找件衣服啊，给我大孙子撕尿布。妈，啊，大美啊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我给咱这孩子撕尿布呢，这孩子不快出事了吗？走的呀，把东西准备好。妈，其实不用撕的，现在孩子都用尿不湿，谁还用这尿布啊？再说你这衣服，这都放了多久了？上面全是细菌。大美啊，这妈洗干净了，这干净不就好了吗？什么尿不湿对孩子不好，这使这多好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那孩子他小，他皮肤嫩，你说你这衣服这都是穿过的，你说洗干净了，其实并没有，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菌的，你肉眼看不到。大美啊，没事的，撕好了啊，妈用开水烫一下，让太阳晒晒，杀杀菌，消消毒，就没事了。不是，妈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这不能用。你说说你，一个劲的在这说不能用不能用，这为什么不能用啊？小不小的时候啊，都是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你说买的尿不湿，它不是花钱呀？妈，那尿不湿是花钱。但是现在小孩都是那样的，谁还用这个？再说了，你说小博小的时候用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他现在都已经30多岁了，那是30多年前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跟你们以前的不能比。他多少年前他都是孩子啊，怎么不能比了？我跟你说，这孩子是我的孩子，我想让他过得好一点，不能比别人差。我说用尿不湿那就得用尿不湿，这个你也别撕了，反正撕了我也不会用的。那你说用尿不湿，尿不湿，尿不湿哪好啊，对孩子不好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光是你的儿子，还是我的大孙子呢。我不疼我孙子，我疼谁呀？妈，你要是真为你孙子好，你就应该让他别用这个。你再看看你这衣服都穿了一个多月了都没换。怎么了大美？这是啊，你们俩在这吵吵啥呢？你说呢小郭，我给你这孩子撕个尿布，大美就不让，非要使什么尿不湿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挺好的，你小的时候不都用这吗？妈，你说说你也是老糊涂，现在这什么年代了，和以前能比吗？
以前家里穷，啥都没有，用这尿介子。现在你说生了孩子，有几个用尿介子的？都是用尿不湿。再说了，这些旧衣服啥的，上面都有细菌，对婴儿不好。你说孩子刚生下来，身体正弱的时候，你再给他用这个尿介子，万一细菌感染啥的，多麻烦呀，妈。行了，妈干什么都不行，我回老家不在这伺候你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走。妈，大美，你说这咱妈也真是，这一眼看不见，她就给你整这个幺蛾子。那行了，大美，你也别生气了。咱妈呀，她说回去，过段时间她就回来了。反正咱家孩子，肯定是不会让她用这个的，到时候咱给她用尿不湿。走，我扶你回屋休息。大美，嗯，现在你身体正是虚的时候，想吃什么跟我说啊。哎呀，是吗？啊，妈，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大美，我抱我大孙子，我看我这大孙子，你看多好啊。妈，你还是别抱了吧。你看你刚从农村老家过来，这一路上都是土啊、灰尘啊之类的，那身上细菌多得很。现在孩子刚出生，身体抵抗力弱得很，你万一把细菌弄到他身上可怎么办呀？是啊，妈，大美说的也有道理。现在这孩子还那么小，抵抗力还那么弱，万一你再带个啥细菌传染给他了，这就麻烦了，妈。你说说我这身上那有什么细菌呀？你们呀是不是有点不像话呀？这我大孙子出生了，我高高兴的来看孙子，抱我就不让我抱。妈，说实话，我不是不让你抱，其实啊，我这都是为了孩子好。再说你是孩子的奶奶，你如果真的为你孙子着想的话，你就别碰他了。你说这意思啊，我不疼着孩子啊，我还为孩子着想，我不会为孩子着想，我来干什么呀？妈，那既然你今天都来了，那我就把话给你说了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看不过你了。你说你这一身衣服你都穿了多长时间了，你也不知道换下来洗一洗，你说还说我嫌弃你了。那如果到时候这孩子有点什么问题的话，我找谁负责呀？对呀，妈，确实，你说，你这衣服啊，也真得好好洗洗消消毒了。这城里啊和农村不一样，农村全是灰尘，城里边还干净一点。这大美啊，也都是为了孩子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行，我脏。我不看你们的孩子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妈，这妈走就走了，反正啊，我刚才说那些话，也没有别的意思，都是为了咱孩子好。哎，行，我也知道，我也是怕咱孩子有啥意外了，对吧？行了，我这乡下人，身上脏。这看孙子都不让我看，哎，想见见孙子，不然都爱不上。你说说，这气人不气人呀？这儿子不是我带大的吗？有什么事啊？行了。啊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气冲冲的，这是。我这不是上我儿子小胖那去了吗？我家儿媳妇生了，我过去看大孙子，他们呀都不让我看，
嫌我脏。你说说，现在这人啊，真是的，这孩子啊，大孙子想见都见不上。婶儿，你先消消气儿，别生气哈。之前啊，我妈也跟这种情况，她也是啊，当时穿的身上挺脏的，也是农村一老太太嘛，也不懂现在生活多快呀，是不是？又不像之前一样。再说了，婶儿，你这穿的确实有点脏，现在小孩子啊都娇贵得很呢，是不是？都是一胎就一个，能不好好带吗？咱们呀，应该改变一下思维，不能啊再用那些老方法了，孩子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，你说是吗，婶儿？大帅啊，听你这么说也是这个道理。你说这我这年纪也跟不上潮流了，现在的孩子啊就是比以前的孩子啊娇贵。是啊，婶儿，这啊都是为了孩子。我相信啊，只要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再去小伯家再去伺候他，他们呀不会说你什么的啊。啊，大帅啊，那我知道了，这你说我也懂啊，明白了。我回去啊换换衣服，洗一下，洗洗澡，再过来看孩子。那行，大帅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去忙吧。行，婶儿，记住哈，孩子才是第一位的。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大美啊，妈，我又来了。妈呀，买的新衣服，你看 这衣服啊不脏。还有啊，妈，哎呀，卖玉米的钱都给我大孙子带过来了，给我大孙子买尿不湿，买什么的。妈，你这突然之间怎么了？这怎么转变那么快啊？大美啊，你之前跟妈说那话有道理，妈也想通了，也明白了。这孩子嘛，现在这么娇贵，不能和以前的孩子相比啊，是不是？这钱啊，你就拿着。妈，这钱你就留着花吧，我就不用了。你啊，就把那个老观念的思想改变了就行。妈知道了，妈不已经改了吗？你看妈买的新衣服，洗的澡，身上干净的呢。现在你就拿着吧，别再推辞了，这是妈的一点心意。这我给我大孙子的，又不是给你的，你就拿着吧。妈，养你孙子的钱我们还是有的，你一个人在老家用钱的地方也多着呢，这钱啊你就留着吧。妈，其实这件事我也有错，我说话也太过难听了，更何况您是长辈，你所说的所做的也都是为我们好。大美啊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妈也知道了。那这个钱啊你不要，妈先拿着，以后啊我大孙子用着的时候妈再给你们拿过来。大美啊，你让我抱抱我大孙子吧。行。哎呀，我们家宝贝啊多好啊，你看又白又胖的。哎呀，